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现在那个顾客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，所以这不端午节快来了嘛，我们就用面试的包个粽子，看大家喜不喜欢。临近端午节，我们粽子整体销量环比上周是增长150%，然后这次我们联名了一些传统老字号，推出了一些各种口味的粽子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